奇来连峰，无论是不是山友，听到奇来马上就联想到黑色奇来，一座险恶夺命、灵异处处的高山，甚至听到亲友要攀登奇来还会起身劝阻。我们的中央山脉大纵走却走不可，于是我们出发，即使山区雨势很大，野风狂吹，我们都得顶着风雨上路。迷雾冷雨中，同行的植物学家一开始还努力地介绍山林里形态优美的大树，但是季节不对，可以介绍的植物有限，天候恶劣，精神和体力大受影响，大家实在无法分神观察沿途事物，还是努力地在冷雨中多推进一些比较实际。离开台湾灵异传说密度最高的山屋，是一段我们几年前走过的裸露岩壁。当年晴空丽日，高山植物花团锦簇，如今得打着伞攀行在湿滑陡峭的山径上。突发奇想的避雨道具，让大伙儿悔恨少带了一把伞上山。摄影机在雨中时灵时不灵，拍摄工作能不能继续，只能看老天脸色。黑色奇来的威力不容小觑。事实上，山是公平的，它提供每一位登山者同等的攀登条件。觉得疲累危险，反映的是登山者准备不足。我们在风强雨骤中困坐奇来，正是大纵走出发太晚的恶果。但我们各方面准备周全，终将走出奇来的冷雨迷雾。山里面来了，因为外面下雨，而且雨势不小啊，持续在下，我们可以听到这雨声啊，打到屋顶上，声音还蛮大声的，对，想到衣服都湿掉了。那我们今天的行程是要到仁健上的奇来山屋哦，那我们现在在黑水塘这边，海拔2700公尺左右嘛，所以大概要上到3300，所以今天大概要爬600多公尺。不过以今天的天气来讲，如果下雨的话，可能走起来大家会比较辛苦啊，因为全身都会湿掉。不过还好有一个山屋可以遮风避雨。那我们现在在这边打包，等一下看看雨会不会稍微停一下，那我们再出发。可以先来玩一下游戏节目啊。对，玩称重量的游戏好了。对，要。看每个人有没有瘦下来。你们这次回去有瘦吗？麦哥瘦6公斤，可以瘦3公斤。哎呦，我胖了2公斤。你瘦几公斤，蓝教官？三。三公斤，跟我一样。你跟我跟阿姨一样。第一天，我俩是第一天称的。瘦3公斤。第二天呢？又回来。交接。昨天我们摸黑翻过小奇来，预定落脚成功堡。重回中央山脉第一天，向导也是雄心勃勃，没想到队伍里有人挂了病号，雨势越来越大，走到黑水塘山屋就决定迫降。今天一早病号痊愈，倒是老天眼泪鼻涕流不停，大家打包行李也就不怎么带劲，不急着出发，聊起回家整补的日子倒很带劲。说起来也算幸运，大家在整补期间像骆驼一样增加了一些体重，囤积不少脂肪，才能挺得过北三段的风风雨雨。
北三段的路况颇有挑战性，正逢十二月隆冬，一出发就面对闻名越界的黑色奇莱。还好有人可以解说典故历史，让我们看到奇莱黑色以外的一面。昨天晚上还可以看到奇莱北风哦，早上起来这个风雨啊一直不断呢、啊。每次跟李老师来就是要苦干实干的哈，就是对呀、啊，嗯，那我们昨天睡的这个地方叫黑水塘山屋了，嗯，其实一般爬奇莱的大概就直接到成功山屋了，很少有人会住在这里，嗯，因为它距离那个松雪楼其实并不远，嗯，不过这个地方其实也蛮有特色的。有特色，嗯，对对，它是从那个合欢群峰过来，要接奇莱的奇莱山中间的一个最低的鞍部。嗯，那其实，在民国47年要修这个中横的时候，事实上原先预计的路线会经过这里啊。中横本来选定要经过黑水塘这个鞍部哦。对对对，因为中横的雾社支线后来是用了日据时期的这个合欢越道路。嗯，那合欢越道路的话，它从那个雾社出发以后，到达翠峰，然后再上去到鸳峰，然后到昆阳，最后上到那个五岭。那五岭已经3000多了，哦，那个位置冬天的时候会结冰哦，对，哦，所以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中横开了以后，它其实是有战略的价值。它万一东部有什么比较紧急的时候，西部的军队可以支援到东部去。可是如果冬天的时候3000公尺以上的那个公路的话，它会结冰，对于车辆人员的输送是不方便的，所以那时候就考虑说是不是可以把公路的高度降低。所以当时踏勘的时候就分成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就是沿着今天的合欢越道路，然后到达五岭，然后最后到合欢山庄。那另外一条呢，就从翠峰开始就分开了，所以它就取的路线比较低，然后就经过黑水塘，然后最后会绕过去到大屿岭，所以这边就2700嘛，就比较冬天比较不会结冰。可是后来美国的顾问他来看了以后，就觉得说那一条五岭那条路，其实它的路线也还蛮平稳的，所以当时雾社支线只是一个联络补给道路，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公路，所以在时间的考量下，所以最后还是采用过去的合欢越道路，就直接就修筑，所以这一段是有来踏勘测量，但最后并没有实现。哦，这样子，对，李老师来果然是不一样啊。我们只知道黑水塘是一个最低鞍部一个分水岭啊，不知道这边曾经被选定为当时的支线要经过的地方。对对对，曾经有这一段历史。李老师研究合欢山一带的人文历史将近20年了。我们曾经跟着他的脚步走过当年太鲁阁讨伐战，日本人与太鲁阁族人征战的合欢越岭古道。最近他研究中横公路，竟然和古道交互印证，让我们在看不见公路的山区听到一段中横开发的轶事。几年前，我们从奇莱跋涉到磐石山寻找水路的踪迹，当时的黑水塘山屋比较简陋，现在不但房子翻新，黑水塘也因为大量雨水稀释，难得呈现透明的水色。于是我们昨天的晚餐少了冬瓜味，雨势不见减轻，大伙儿已经不抱希望，先上路再说吧。啊，出发了，奇莱山，我们来了。风雨还没有停哦，不过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了，我们也必须要出发了。如果再晚的话，后面行程可能也会蛮辛苦的，尽量是不要摸黑，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出发了。我从黑水塘山出发了，第一站会经过成功山。啊，没办法，再等了，大家辛苦一点了。到人线上，希望天气好一点，不然上面风势非常的强劲，像前面的森林里，走完这段全程要变落汤鸡了。希望待会可以云开雾散。阮姐期待云开雾散，就是没说雨过天晴。大概就是这个要命的疏忽，往后的路程偶尔还会出现一些视野，但雨势就是没停过。北三段本来难度就高，下雨更磨人，队伍里都是老朋友，彼此知道斤两能耐，
唯独李老师久未同行，不知道他还能走不能。哦，老师你第一个哎。有啊。你体力还是一点那么厉害。嗯。从黑水塘开始，就是一路要往上升。那我们走这段路哦，大概爬升了100多公尺，现在是海拔高度2800多公尺。不过哈，走这一条路哈，今天因为天气也很不好嘛，哈，云雾缭绕。那既然远山看不到，我们就欣赏森林嘛。啊，其实欣赏沿途经过的一些森林也蛮有趣的。嗯，因为台湾的这些林相哦，其实非常美。而且每一种树哦，它有它的造型，啊，比如说像我们在2500到3000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看到最大的森林的族群就是铁杉，哦，铁杉。那铁杉哈，它的树干非常的大，然后整个枝条出来以后，它侧枝哈比较长一点，而且向外伸展的时候，它到末端整个叶片成一个片状的构造，所以你会看到它的侧枝出来，然后有点下降，然后有点片状片状这样子。其实跟着云雾伴随起来，它还蛮好看的。对，然后整个树干呢，有一点点红，带有一点点微红，啊，整个配合这个云雾有点剪影的效果，其实很漂亮。现在虽然风雨蛮大的，我在这迷雾之间看到那个铁杉的树形，真的是蛮优美的啊，伸出去那种造型很奇特。李老师经常以古道专家的身份出现在节目中。其实李老师是植物学博士，讲解本行的植物果然头头是道。遗憾的是，老师说法还没到感天动地的程度，语势一点都没有转小的意思。一行人走在树形优美的铁杉林里，却被雨水淋得眼睛都睁不开，真是愧对美景。这场雨看来是不会停了。想象不到的是，竟然有人想出了雨中爬山的奇招妙计。啊，这是啥？哦，这是最新造型，好像那个玄奘大师去西域取经啊。这样带个伞啊。嗯，他把这个是你发明的。嗯。阿青发明的。哇塞！加油加油！爬过北一北二段，向导经验老道，还进化了装备。看来向导经过中央山脉大纵走的洗礼，已经取得新法宝，战斗指数也提升了一个等级。但是雨这么下不停，战斗力大打折扣。希望老天别再伤风感冒，天气早日放晴。到达的是成功山屋哦，本来预定昨天是要到成功山屋的，但是我们昨天住黑水塘。那成功山屋这边是海拔大约2800多公尺，比黑水塘高大约100公尺。那这座山屋呢，如果爬起来连峰，算是最新式可以住的人最多的一座山屋。小浪，哎，听说这山屋你有参与是吧？有，有没有的心血？有你的心血，血汗，血汗，血汗，对，血汗，怎么说？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从那个昨天树影地方黑水塘，那里把东西背上来的。哦，那时候在新店的时候，材料你有这样背上来啊？对对对对对，哇，背不少哦。哦，那时候蛮多人在背的，整个山屋都是人工背起来的。哇，那你那时候一次大概背多重啊？尽量是背越重越好，就是会赚的钱比较多。哦，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发电机嘛，那个差不多80-90公斤，那个老板就说你要不要赚这一笔钱，哎，结果我就把它背上来了，80-90公斤，对对对，80-90公斤的发电机，大概1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能停了呢，从黑水塘这样搬上来，对，而且路当初没有那么好，那个树根更好，我们都是攀那个树根，还没有绳子的时候，那些一些设施都还没有架设的时候，我们都是直接哦徒手。所以有血汗啊，有流血，
有流汗也有流血这样子的、哦，真的是辛苦啊！对对对，真的不要说八九十啊，一般人背三四十就很重了，何况是八九十，那个是超量的。感谢你们了，十年前了，现在不行了，老了老了。因为在这个山中有这山屋的话，对登山者是提供除了住宿之外，也算是一个避难所了、啊。嗯，像天气这么差，如果说在这风雨之中，这样的环境其实是很辛苦，也比较危险。这样一个好的山屋呢，可以提供好的一个住宿，然后也可以提供这个大家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真的是感谢大家哦，还有感谢这个捐赠的人，其实捐赠的是医生，这个医生对长庚医生哦，那是什么样的因缘他捐了这座山呢？我大概听说就是他儿子就是在爬那个平安奇海东岭的时候不见嘛，啊，结果他的后来之后又找到了，人没有怎么样了，后来他爸爸就说哎，在这边盖个商务店，可能就是感谢大家的搜救，然后也是希望说这边有一个商务，可能大家住起来，就是刚刚麦哥讲的，就是哎，盖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让登山客进来之后有没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对，然后再继续出发这样子。你还是没有停，那我们先休息一下。OK。有吗？哎，我回到家了。好，回家了，到山屋的感觉，回家的感觉。早期的话，这边是有成功二号堡，还有三号堡，它是在比较上面的地方，那现在都已经煮坏了，而且水源哦就在旁边。我们这边翻过来也是到浊水溪的源头，这边流下去就是到浊水溪，那水源也非常的方便，所以这山屋算是蛮便利的，非常好。成功堡的灵异故事说不完，我们身在台湾山区灵异传说密度最高的地方，反而觉得医师回报山友救难捐款，小羊流血流汗搭建山屋还更有意思一些。雨正大，可以容纳40人的山屋宽敞干爽，又有小羊的心血和医师的爱心，湿淋淋的一群人卸下了背包，差点就想留在此地。但是入山两夜，从黑水塘山屋住到成功山屋，传出去实在有碍名声，大家内心又开始纠结挣扎了。小奇来海拔3150公尺，由合欢山滑雪山庄旁的登山口进入步道，只需1.4公里就可抵达。此地是早年森林大火后雨水冲刷、土石崩落形成的平缓土丘，两侧谷地则是利物溪与浊水溪的源头。每年7、8月间，建筑草坡上绽放台湾百合，是小奇来最美的季节。成功山屋哦，看到这样的一个天气，风雨交加哦，不禁会回想到过去是在民国60年代有发生过数起重大的山难，它的山难对台湾包含这个奇来山区有重大的影响。奇来山常常被穿凿附会所传说，被冠以恐怖很灵异的黑色奇来，它就是在60年代两起重大的山难，尤其在民国60年。清大有5位学生在台风的吹袭之下，5位学生在这里遇难，以及民国65年陆军官校有6位学生也是在奇来山区遇到台风哦，他们一路撤退，那有6位学生就在这个沿途哦也遇难了。那这两起重大山难对当时的台湾的越界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哦，在那60年代的死亡人数可以说是所有台湾山区之冠。就在山屋的上方，现在剩下2个圆形的铁皮空壳建筑哦，那就是成功堡。那成功堡在这边有2座，是2号与3号。我们待会再上去，还有另外一座1号，1号现在保持的还蛮完整。那时候为什么会建造这3座成功堡？
就是在60年代清大那五位学生在奇莱山区遇难之后，由清大校方集资来捐赠的，希望在奇莱这个山区的地方遮风避雨。所以早期我们来登山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成功山屋，那时候住都是住在成功堡，尤其是2号、3号堡，这是非常多山友来到这边会使用的。但是后来见到这山屋，山难并没有停止发生，包含65年陆军官校那次重大山难。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清大的学生和陆官的学生，他们发生的山难的情况都非常类似，一个是季节雷同，都是在7月、8月。7月、8月是台湾台风季节哦，台风有时候来得非常迅速，尤其在奇莱主人上面是没有地方遮风避雨，所以他们都是在7、8月来到奇莱山区遇到台风，整个队伍被打散，几乎是各走各的。所以他们一个想法就是要撤到台湾山的松雪楼，因为松雪楼是最近的地方。我们知道台风那个风速哦是非常的强，再加上这样的雨势，装备如果不是那么好的话，几乎全身都是湿透的。那我们也了解，高度越高啊，温度是会降得越低。那再加上风寒效应，在平地是18度，我们到高山3000公尺就是0度。那如果再加上强风吹袭，皮肤表面的热量，这些温度都会被风带走。那我们皮肤感觉的温度是体感温度，可能是零下6度、8度。风越强，我们感受是越低。所以那些学生就在无情的风雨中被带走了青春的生命。在清大那次灾难中，有另外2位台大的学生是幸存的，其中一位女士，我们之前访谈过她，但她有提到在那次台风中他们是如何撤退、如何分散，但她本身一个女孩子是如何在风雨中走出去，然后被发现把她救过来。那我们也听到她叙述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她那一天的处境，所以人的意志还是很重要的，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还是可以度过困难的。其实登山活动，由于在台湾的高山本身就有它的危险性，就像我们走在马路上，在都市的大马路上也都会有它潜在的危险，不小心被车撞到，楼上掉落物品砸到，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何况是我们要面对大自然恶劣的气候、危险的地形，那山难的发生有的时候很难去避免。但是我们应该是用正确的心态、专业的角度去探讨山难发生的原因、背景，或者说当时的环境。那现在呢，许多节目喜欢把奇莱讲得非常诡异的、恐怖、充满着灵异传说的地方，那对许多看节目的观众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那我觉得应该要讨论专业的部分，而不要一直是探讨灵异的这一块。比如说登山的穿着要怎么穿，山层的穿法要有防风防雨的，中间要保暖，里面要排汗。那这种登山穿着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登山知识，或者说在山上遇到恶劣的天气，整个队伍不能分散，哦，不能各自逃命，大家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打气，信心会比较强，队伍是不能散开的，因为遇到这样恶劣的环境，信心会慢慢丧失，会被大自然各个击破、一一吞噬。那尤其到山区，对地图的研判、指北针，那现在有 GPS 的使用，那还有许多登山的技巧，包含走路啦，包括一些攀登的技术、绳索的技术，应该是充实这方面啊。那有正确的观念，我们到山上危险区相对的会降低哦。这次大纵走的拍摄行程，自从无名大道来开始，封面是一波一波的来，对我们的拍摄影响真的蛮大的，所有的人工作起来蛮辛苦，于是哦一直没有停歇下来，而且是越下越大哦。这样的下雨天对我们的拍摄跟是最大的考验。加油加油，做口水吸。语言无形无质，却拥有可怕的穿透力。我们在浊水溪源头轻轻松松跨过溪水，好事者也可以说成重装涉水，一日三渡浊水溪，多么耸动。黑色奇莱之名流传已久，灵异也越传越离奇。言之作作者明明就不是登山咖，却弄得人人闻奇莱色变。出门欲登奇莱，只见长辈谆谆劝诫，妻小含泪拦阻，简直悲壮莫名。麦哥有感于此，忍不住感慨了一番。事实上，我们探访过当年山难的幸存者，那位与清大学生同行的台大女同学已经毕业多年，事业有成。谈到那场山难，她说她从不怨山，也不怕山，更没遇过任何灵异之事，偶尔还会爬爬礁山。
曾经他从松雪楼仰望奇来，还起心动念，只要身体许可，希望能再爬一趟奇来山。当然，这一趟他会穿上更安全、品质更好的登山衣物，然后在秋高气爽、没有台风的日子登上山头。事实上，这样的好天气我们也求之不得。说到浊水溪的源头，一路都是陡上啊，很多拉绳子的地方，加油加油！哦，现在是学识渊博、专业的李教授。哦，李教授动作很灵敏呢，哦，很快啊。虽然下雨啊，状况还好。李教授还是很厉害哦，果然是古道探勘专家。很久没出来，走起来体力还是非常好，神色自若哦。紧接着上来是背着大台摄影机，全台湾最猛的摄影师阿义。好，现在上来的是多才多艺、动静皆宜的小高。这个是队员介绍，露个脸。嘿，加油！好。现在是撑着大伞，最新发明登山装备的安全教官，看吧，哪位？最好用哦，哦，欢迎使用，好，杯弓撑伞，加油加油，加油！可这个装备会有狭小的路，比较不好通过。在风雨之中勇敢，行动力最强的布农族，选美啊！加油！也是负重超强的小杨，哎，辛苦了。哦，哇，哇，很好抖呢。哦，要抖，要攀岩了。辛苦啊！背着这么重的装备，还要往上爬。哇！喂，加油！哎，哪位？哎，哦，哎。蓝萝卜，蓝教官的萝卜真的很好吃。哦，好，很好吃哈、哦。嗯，很好吃。哦，赶紧多一点。蓝教官，辛苦啊！对，勇敢的向导，在风雨中不畏艰难，奋力向前进，加油！团结，拿回力量！上不来。最勇敢的女生，团结，一定可以的。大雨不停，阿摄影机又开始不稳定，要宕机要宕机的感觉。我们生怕无名大断崖之后，只能拿防水摄影机捕捉一点残山剩水的惨剧再现。只好把大机器先包好，由麦哥拿手持式摄影机拍摄。怪的是，大摄影机停机后，向导也熄了火，闷声不吭。大家没笑话听，走起来很没力。麦哥像庙会野台的主持人那样拼命热场，比采衣娱亲的老来子还卖力，效果依然有限。这段路六年多前我们走过，当时阳光灿烂，铁山林相优美。小奇来在眼前铺展开来，当年有许多从奇来赶往松雪楼躲避风雨的年轻生命，就是倒在这片草坡上再也没有起身。当时还可以看见春阳、清静等地。除了登山赏景，我们也曾经和植物专家看花赏树、寻访真菌，说明奇来山区生态丰富。登山探险挑战极限之外，也可以漫步林间，探访黑色奇来所有的缤纷生命。如今我们重回奇来，密雾寒雨之中，只能凭记忆回想这里的风景。遗憾的是，我们一路纵走中央山脉，不会回头经过此地。阳光下的绿色山头，光影错落的山林小径，这些风景此番无法重逢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学着欣赏雨中极景，享受那满溢出来的一身诗意。成功堡是位在奇来山区蒙古包形式的三座山屋，
早年是清华大学为纪念登奇莱山难过世的五位同学募款筹建的山屋，原有意修筑五座，后来只修三座。这类刚构造可容八人的山屋，早年普遍应用在高山避难小屋或公寮。目前攀登大坝尖山的九九山庄也是同型建筑。随着高度越来越高哦，你看那树啊越来越矮，我们慢慢要出这个森林了。出森林以后就开始会有比较陡的岩壁啊，还有碎石坡，到呈现的地方风会很强劲，所以大家要很小心哦。好，继续往上了。哦，这边海拔3100多公尺了，加油！加油！加油！哦，雨又下大了，大家辛苦哦。虽然说是黑色奇莱，但合欢奇莱群峰登山口离公路很近，来爬的山友还是不少。这片裸岩相信很多山友都会有印象，这是上奇莱棱线前最折腾人的一段山径，下雨天尤其难走。但是夏天的时候，山径旁高山野花一丛一丛开得繁花似锦，像个高山上的小花园，相当动人。我们来的季节不对，天气状况更不对。如果不是疯狂雨急，吹得大家不愿意张口浪费体力，我们应该有机会听到李老师对高山植物的精彩介绍。不过如果夏天来，一定要注意台风讯息，免得重演黑色奇莱的陈年旧事。当年山难者经验不足，装备不佳，值得同情。现在的登山者重蹈覆辙，只能怪自己大意莽撞，惨一点还会被添上个浪费社会资源的骂名。这段裸岩坡大家气喘吁吁，怎么样都走不完，麦哥又得想办法激励大家的士气。哎呦，兄弟！我看到那个大陡坡，就叫阿姨先上去。兰姐也可以先上去。辛苦啊！上面有一个比较避风的地方，在那边等。蓝教官在昨天下黑水塘的山路上遗失了他的胃，看来还是没找到。其他向导好像也都失了神，风雨中全队一心一意地爬裸岩，没空说笑嬉闹。两位年轻的摄影助理是没有经验而戒慎恐惧，其他的向导队员都爬过前往奇莱北峰的这段路，也都知道这时候应该持盈保泰，保持体力，因为前方还有长长的危险路段需要全力以赴。当然他们也都知道，走过危险的路段，台湾高山上罕见的一片绝美建筑草坡就会出现眼前。辛苦辛苦，加油加油，慢慢来。准备要上奇莱的主人哦，现在这边风很强，雨很大，这边是天气最恶劣的一段，待会就要过断崖了。哇，看不见的断崖啊，风很大啊。现在所有人是通过。
的，都有碎石坡，这边风很大。现在在迷雾中的是阮姐，老天在给我们非常严峻的考验呐、啊。雨没停，动作比较慢一点。好，现在镜头都起雾了，慢慢走没关系，但是也不要停太久哦。在这边很冷，雨又大，天气很不好哎，不能休息太久。阮姐就像瓜牛一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虽然不快，可是可以爬到山顶。原本没有水的干溪沟哦，汇集了很多雨水哦，但变成了瀑布，变成了小河流。以前来走这边都是干溪沟哦，非常的干，没有那么难走。那现在除了溪沟，可以看到水哦，一直冲下来，增加湿滑度哦，就走起来更难走。大家真的要很小心了、哦，因为这石头非常的湿滑，那路又那么陡哦。上主棱棱线的最后陡坡，每个人都得克服同样湿冷不适的天气，同样滑溜陡峭的地形。就这点来说，山是公平的，它提供每一位登山者同等的攀登条件。辛苦危险反映的是登山者的状况。越界前辈邢天正说得好，他说山最坦诚不过了，他没有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诡诈行为，他的险一面都摆在你的眼前，明明告诉你哪里是他温和的一面，让你放心接近，哪里是他严肃的一面，叫你擅自警惕。说什么黑色奇来、喜怒无常的高山，那简直是在污蔑圣洁的山林。邢老这段话展现他对山的热爱，也说明他纵横台湾山林数十年，经常独自登山，却始终屡险如疑的原因，值得爱山的朋友深思。次到这里，风永远这么大，麦克风永远被强灌无数杂音，这是收音工程的地狱。但是这次寒风冷雨恶劣更胜从前，麦哥吼不过强风，干脆放弃。但是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到这里很自然地随着指标往山屋前进，就连在后头慢慢走的阮姐也到了，全员安全到齐，避难所已在眼前。风寒效应是指人在相同气温、不同风速环境下感受的温度不同，比如冰箱是-4°C，高山上温度相同，但强风吹袭，迅速带走皮肤表层较温暖的空气，就觉得异常寒冷。依风寒指数计算，摄氏4°，在每小时50公里的风速下，风寒效应为-14°。大家还是很有意志力啊。
OK 吧？快睡着了。快睡着了，我快睡着了，我快冻僵了。我大家的精神可嘉了。啊，这边就是奇来山屋了，迷你型的山屋，有两间，大约只能睡十出头的人而已啊。那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队伍会来啊？都来的话，大家就要风雨生信心了。大家挤在山屋都没有，我们还可能还是要拉外帐，搭帐篷哦。所以，发现路很过，再赶到山屋去休息啊。老师，哎，哦，李老师啊，好，拢走足紧的，你看。老师很过。哦。啊。好，辛苦了、啊。好，很久没出来啊，我们就遇到这种天气，真的很担心鼻涕治疗。嗯，对啊，一直搭一直流鼻涕。下雨真的是没辙，机器又坏了，装备又湿了。我们现在大机器已经不能录了。大家站在这边有一点很茫然的感觉。超级大外帐，可以搭一个遮风避雨，然后大家可以活动啊、吹煮的地方。那人的话就在山屋里面。对的。啊，大家很冷，可是还是要把这个外帐拉起来。拉大一点。好。一个接着一个来。难道没办法买比较好的汤条吗？老板，不要等到民国几年。不要对这个汤匙有意见，因为这个各大便利商店都有卖。阿军现在是老板呢，大老板。那要谢谢，所以贤惠的小高，还有围裙。小高在里面在煮了，像妈妈一样，高妈妈。在这个寒冷的环境里面啊，全身湿哒哒，有没有喝到这个热的甜汤啊？马上回暖啊！哦，穿搭都很冷啊，可以喝这甜汤啊！谢谢向导，感谢阿青啊，感谢阿青。除了阿青，另一位要感谢的就是小高。一路上，小高话不多，停下来就窝在角落煮饭。麦哥说他多才多艺，长相不像原住民，窝在向导群里有点特别，很像武侠小说里深藏不露的扫地僧、火攻头陀这类角色。等一下也许有机会听他的故事，看他露两手。奇来东棱是台湾越界公认难度相当高的登山路线，始自奇来山北峰，终于花莲县境内的蓝山，中间经过磐石山、太鲁阁大山、利物主山、帕托鲁山四座百岳，通常由奇来登山口入山，东出中横公路越王庭，需时5至6天，路途漫长，海拔落差大，但景观丰富，水路出没是这条路线的特色。好，好，好吧，谢谢。小高，好嘞，这已经煮化了，应该怎么讲？布隆族化了哈。嗯，对，布隆族化了。好嘞，是我们家族的名字。好嘞，哦，是因为我把他当作兄弟，所以他叫好嘞。名字是他们给我的。我他们不是他们，他哦，他给我，我很珍惜。对，所以像十足布隆族的啊。现在都常常去布农族部落住嘛，对不对？对，我几乎已经在那边定居了。哦，定居了。是。哇，好了，虽然这个天气很不好啊，我们还是煮出很丰盛的晚餐啊。那我们大家赶快开动了，哇，希望天气赶快好一点哈、哦。大家开动了哦，来了，吃饭了。蓝教派，小天，吃饭了。Hello， 老师，还有王开心，还有。我们的中央山脉大纵走启动。
半农半工的向导阿青发现布农族拥有先天优越条件，应该投入登山事业，于是结合汉人和原住民提供组织化的向导服务。小高把力就是团队一员，会做菜会画画，好菜我们马上就能享用，其他才艺就等有机会再看他大展身手。淋了一整天雨，人疲累，摄影机也一一出问题，大机器不能运作，麦哥的摄影机则是镜头起雾，拍起来有雾里看花的柔焦效果。阿义用圆火轰摄影机，还摸摸拍拍地哄他，万一救不起来，我们就得展开史无前例的中央山脉摄影机接驳补给。事情到那个地步，麻烦就大了。